艺人汤小康和 Q 庄仲维连同在大马娱乐圈著名的造型师 Josephine Ng 开设化妆学院 Soleil Image Gallery， 3月30号举办了开张仪式。乐坛一哥新店开张，圈中好友纷纷前来捧场，出席艺人挤爆了记者会现场，可见汤小康在娱乐圈有着一定的地位。Soleil Image 化妆学院不但提供所有的化妆课程，还提供美甲课程和专业的模特儿猫步训练。Soleil Image Galle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指名人艺人造型馆。Soleil Image 资深导师专门为国内外艺人打造造型化妆，所以在该学院的毕业生以后毕业了的名堂也不只是化妆师，而是化妆造型师。Josephine Ng 强调 Soleil Image 不要只是学习化妆，而是学习造型化妆，除了能够化妆，也希望所有在 Soleil Image 的学生能够成为造型化妆师，一手包办造型。汤小康坦言，这次砸下了5位数的金额开设化妆学院，并希望在2年之内开设分行。记者问到化妆是否会比做音乐来的赚钱，小康笑言当然希望他能赚得更多。我们希望说可以开拓一个跟以往一些化妆学院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概念。我们希望说这些学院呢是可以栽培出一些学生，可以在电视甚至电影甚至是一些 MV里头，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些很专业的一些 image 的 consultant。然后还有，其实我们是首家在马来西亚开发的这个课程，就是艺人专属化妆师课程。就是因为我们会时常遇到跟艺人，他们会跟他们做造型化妆，所以我们的学员们，我们也让他们攻这个行业。尤其是因为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大马娱乐界都已经迈向了这个国际化。所以我们的学生呢，就可以刚好符合这个星级化妆造型师的这个主题，这个设备的这个条件。那我觉得说，娱乐圈跟化妆业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想自己本身呢也想为娱乐圈呢出一份力，透过这个化妆学院的这个平台，创造出一群，就是说将来呢。在演艺圈有贡献的一群很棒的这些的化妆师。